白沙屯妈祖领着信徒浩浩荡荡过桥进入彰化，从空中俯瞰绿油油的稻田，中间有密密麻麻的橘色点点，都是信徒经过的痕迹。三天就是急行军，然后回来就是正常的，疫情的关系吧，所以说做比较快，然后让大家比较不要群聚在一起。粉红超跑速度真的非常快，鸾角已经来到彰化皮头，两天狂飙近90公里，重相当脚体力快要透支。那过了大甲的时候，就很多人被海放都跟不上了，你的袜子都破掉了，袜子都破了。大家的脸上难掩疲倦，只能抓紧空档席地而坐，或是干脆趴在路边的机车上稍作休息。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继续走。啊，蛮快的，很快，跟着妈祖跑啊，一直跑啊。头一回走的大喊吃不消，其实对资深信徒来说，体力也是一大考验。他们都有练啊，他每小时都至少在5K 左右啊，4K 多啊。每小时？对，他们都4K 多，啊，我们一般人差不多4K 就很吃了。所以一般都跟不上。白沙屯妈祖以没有固定路线闻名，像是第一天晚上，大家都以为妈祖会在福安宫过夜，没想到5分钟之后，鸾角旋风离去，改到鹿港的海埔派出所来住驾。白沙屯妈祖的鸾角住家派出所员警说，这是史上第一次鹿港小镇被信徒塞爆，周围的饭店旅宿抢光光，业者也嗨喊感恩妈祖带财。这张画综合报道。相与病毒共存的话，当然要必须要配套啊，所以呢，用旺旺水神来防疫，有效能够保护您、保护自己、保护家人。防疫不能等，请赶快上快点购，买的时候记得呢，输入呢秀秀的推荐代码 CTI 666 CTI 666，希望大家做好防疫。